完全佛教的一个禅修，然后就禅修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我自己收获是挺大的，但是我就是因为那个禅师他有讲有些东西，我觉得不是特别，不是特别透，我想问问你。就我打坐的时候，它是有那个站禅、行禅，还有坐禅。我打坐的时候，就是有进入到一种，它就是我觉得它对我那个定力挺好，就是观那个痛，我感觉就是那个痛它不是我的了，就是我看着它，但是我没感觉它是我的，它就不要观看你的感觉。但我就在想，那我本来我意念很集中的时候，在我的脚底行禅的时候，那它提起的时候，那我脚后跟。还有带，然后带到脚心，再到每个脚趾头，它那个本来就是，就好像我用放大镜又看细了嘛，那我怎么会没，就是会形容我的感觉？是这样的，刚开始修行是没办法去看感觉的，因为你就是感觉那一刻。你不能，他这是说，他这是让你修一个旁观者，就是他就是说有一个旁观的，你跳出你的身体去旁观你身体的所有觉受的感觉，你就可以不在乎，你就会觉得你的，因为你必须跳出来看，跳出来，然后你的意识要跳出你的身体之外，然后说，哦，这是个痛，这跟我没关系，这个痛，你才能熟视无睹，是你的，怎么你能熟视无睹？然后你走，你也是跳出来看啊，你那个脚是那样放。但这个需要一段过程，不是一开始能达到你能跳出来的。一开始你痛的时候，你的全部身心牵引到那个痛点，你那个时候你就是那个痛，你怎么不看？我后来，是不是？我后来有。而且你的心，你他要让你走，你脚拿起来的时候，你这个动作就牵引你，你一定会去，否则你就不会走。刚开始是分不开的，知道吧？身心分不开的。但这是就是说，他这个方法也没有什么错，就是说只是需要时间，就是训练也很长时间才能达到，才能达到他说的那种状态。其实所有的行为，他要先旁观的这个，就是他刹那之间全看到，他不是去体验，是看到观到。你现在说那个脚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是体验，你那叫体验，知道我体验到我的脚怎么怎么，那是连着谁？旁观是就像你看自己，就要看这个杯子。就是直接一下子都看到，不是说我叫你看看这个杯子，你还说老师我先看到了杯底，后来又看到了杯把，后来又看到杯口。你能先看到脚，再看到你的前边，再看到后边，然后再看到你的脚落地了，它是一次过的。一次这个杯子连杯底连杯上连桌子全部看到。一次你那个行为动作整体全看到。你要是一点一点看，那叫体验，那叫觉受，那叫体验，那个不是旁观。而且我觉得修旁观不如修觉快，修觉啊，觉照力，修觉知，就觉而不动，你就坐在那儿，你快走快了，走慢了，你在呼吸或者你在痛，你就觉，但不给他下定义，觉而不动嘛，你就不给他下定，你就反正你的觉肯定在那儿，你觉得，我觉得我很苦，我觉得快乐了，我觉得痛了，我觉得舒服了，我觉得什么？我们每天说的就是我觉得的东西，你一直活在这种觉受，那我觉。那么现在我还是觉，我知道我觉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这个觉就在那儿，那么剩下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慢慢慢慢不要被它牵引，就修觉比旁观要快，你只需要继续修，刚开始的一些境界，它的理论是什么？南传的，叫四念处啊，四念处啊，那是不是我行禅还是不认真？我散乱的时候比较多，是你修觉的时候就不要定义你是认真还是散乱，认真散乱只是两个状态，那些状态都正常，因为你是觉不是那两个状态，所以你不需要计较你的状态。那你觉得就是我在就行禅跟坐禅的过程中，我就是把自己放在外面，然后去觉，是不是就是我所有的动作我就是不对它下定义，也不去，也没有带着。你是修，如果觉的话，你就不要在意你是散乱的还是认真的，所有的状态只是一个状态，像天虚空中的云一样飘来飘去，包括你的思达，包括你的动作，包括你所有的东西，酸麻冷胀痛都是空中的云，你只是那个虚空，知道吧？就是你就是那个觉，认真那个觉，安住在那个觉上，剩下的都不要管。老师，这个觉跟那个旁观它的区别在哪？觉在你身上，旁观跳出了身体。旁观是你要有修一个旁观者出来，然后这个旁观是有观与所观，然后有旁观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很容易，我觉得，
有时候会定，也会，其实是一样的，关于守观也是一样，但是觉你怎么说呢？觉你就不用修，你就有觉。哎，那个旁观它需要一段时间修行，你才能撬出来嘛。很多的更难去，需要可能100天是就才能有的人才能撬。但是你又说你觉知，他就知道，每个人都觉嘛。我觉得我痛了，你还不知道，你觉的，哎，就是这个觉，你安住在这个，你认为这个觉在那儿，就是一个觉与所觉嘛，就是剩下的都是你所觉知道的。其实最后要破这个觉，这个觉到所觉慢慢消失的时候，这个所觉知道的这些东西，你只要不给定义，它一切都会消失，知道吗？它不在分别之中。那么到所觉消失的时候，这个觉也会消失。其实觉是相对所觉建立起来，当觉与所觉消失的时候，你可就进入了空性。这个空性的状态的时候，觉与所觉全呈现出来。觉与所觉全呈现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圆满的，就是说你会知道，就是一切都是如来，这都是觉与所觉，所有的一切都是，就是当然这个是证到最后了，你先从觉开始。其实关于所观空啊，其实是最初的，其实这个从觉直接修是最快的。在平时也可以，平时对，就是说你面对一些镜像，然后自己的这种起心动念，比如说甚至是烦恼，甚至有时候会起一些别的一些心念，你越清净，这个觉越广大，甚至你会觉知到别人的东西，不是你只是自己的，比如他麻痛你都会觉知到，因为这个觉会很，其实他觉是很空嘛，你到最后你觉知到一切，你的范围越来越大。对，这种就好像感觉自己会越来越敏感，就会感知到周围。但是千万不能着相，不能够给他下定义，一下定义你就完了，因为你当你觉知到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，你相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，如果你着相，那所有的因果都在你这。他就是觉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就是那样？就是说我就是，比如说我有念头，有非，但凡我行禅，就是比如说我。你老是跟我，你不是比如说你现在跟我说，你就是用你那个觉说话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说我觉得我刚才散乱，我觉得我又认真了，我觉得我一直你在说你这觉，知道吧？就是说的时候，就是那我这个动作经过的时候，或者我念头经过的时候，不下定义，不评判它，就是看，就是在这。看到他过了，就这样就行了。哎，能够觉得很清晰的觉知到的，训练这个，那就知道了。哎，不管是个善念还是恶念，你都得觉知到我生起个爱是恶念，我想杀了那个人，就是。但是你只是觉知，你觉知先不评判说你看我多邪恶的，先不要给自己下定义我是邪恶的，先说我就是有个念头划过了，我有一个善的念头划过了，我有就是保持这种觉，然后剩下的都不是你，都是一种涌来涌去的，就是杂念，知道吧？杂念是虚幻的。就像虚空的油飘来飘去，它不影响虚空的宁静一样，而你那个觉就是虚空啊。有好多，它虚空照样子很清净，是吧？虚空不因为说是有飘了很多油，说打扰了它的宁静，虚空既然一直是虚空，你要保持到觉，就像那个虚空一样。就是，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？就是你在看着眼睛飘一些云的时候，不去分别，这个云哎像什么形状？对对对，哎像对是，就像你的觉受酸麻冷燥痛，你的所有的一切杂念都是那个。不去给它贴标签。哎，不要贴标签，不要管分，一贴标签就分别了。一着相就执着了，说哎呀菩萨过来了，我跟着去跟他聊两句，完了又着相，因为你觉看见，因为觉还他到觉的时候，有的人他也会看到光，看到图像，那也是觉的一部分啊。那也是，他六根里边都能觉到，因为他觉得，我觉得我，对，我觉得我听见了，我觉得没听见，我觉得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觉得我没看见，都是觉嘛，都是觉，我们只是用觉来说话，我觉得我好，我觉得我不好，我觉得善，我不觉得我恶，就是，都是觉，我觉得我过去生活的不好，我现在开始改变了，都是觉，过去未来都是你觉。我觉得我自己体会很深，就是有一次他痛嘛，痛，但是我就很开心的，因为我就突然就明白一个道理还是什么，就痛和不痛它是一样的，然后我就把它
转了，就是痛就是很开心的看着他痛，那是不是那种就是觉就没分别？不，你先要觉，你不要转，你转的时候你是认为他是真实存在的，因为你先要从色就是先要证到他的空相空了，如果他是虚幻的，你转个什么？痛与不痛都是幻境啊，痛与不痛啊，就是他是两个都虚幻，你不要动他。你一认证一动它，你就认为它是真实的，你才转嘛。这就像你最后说，你认为你是个众生，你才要成佛嘛，是不是？在最高的境界，你本来是如来，你只是清醒。如果你要想从个众生变成佛，转成佛是转不了的。你一定要认知，你本来就是根性，就是佛性。没有什么东西转的，一切都是空相嘛。你在修正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转你的境界，你转不了的。你转就是你觉得我这个境界不好，我转成了在禅定那样，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可以勿以善行而不为，说我这个念头不好，我把它调整过来。但是你在打坐的时候，在那个坐垫上的时候，你不要转，你只是觉就行了。那个念头划过来划过来，不管它善恶，你就不要转它。痛苦你转不了的，它你转只是因为它到时间消失掉了。我觉得好忙啊，我就坐的时候一会儿这边痛了，我就感觉到了，然后又要激。你先不要管他痛，你先不给他下定义，他就是个觉受，知道吧？这个觉受很难熬，知道吧？他就是个觉受，这个觉受很不舒服，你就继续忍着，那只能忍着了，是不是？那不舒服不能忍着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忍无可忍的时候放开呗。不忍了吧，然后再放松一下吧，然后再去练，慢慢的忍的时间越来越，可能说能做40分到能做3个小时，不需要太大的人，是不是？你只需要坐垫上，假如你修三个小时，那可能后来就很容易了，刚开始是忍着吧。但不要说去这块痛我怎么样把它转过来，也可以的，很多人用方法去，我去用心力去转啊，什么折腾，但是呢这个转就折腾的话是没有意义，就是到最后，因为你最后要成道的，知道吧？你要安住在觉上，你转也是有可以的，但是你把时间全浪费在那些虚幻的东西上，你不转它也到一定时候它就不痛了。嗯嗯，其实这种转的思维也是经常会发生，就是一些成，不是我们总是想，我们一些定义了它是恶的，你总想转成善的。嗯，对。但是这个转需要很强的力量嘛，需要神通的，你转不了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散乱的，你没有专注力，所以我们转不了，所以很困难，所以你要先列出来了，所以是不分别，先从不分别，你将来才可以转悟啊，心能转悟啊。你现在不够嘛，你转不了，折腾，你就在那转来转去折腾。你把恶业定义是空的，你转什么？你转虚空吗？最起码在修正的时候要这样子。嗯，就是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，一件事情麻烦的事情。嗯，你第一点觉得很麻烦，然后马上就起一种烦恼心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第二念就可以，哎，这是你的念。你可以调整你的心态，这叫调整个处理。调整处理你也转不了，你只是处理了，处理可能处理完也有可能处理得更差点都有可能，那也不叫，那你转不了，哪能转？他就没东西可转，这就是到最后佛学里没有什么任何东西能让你转，虚幻境转幻境呗，你把这个幻转成那个幻吗？你着相呗，是不是？所以痛苦，所以苦恼始终在那，你始终在幻境里转了，因为你着相你才要转。嗯，你已经一转你已经着相了，着相你已经执着了，你不是破你那执着，你只是想把那个相换了。对对对，那你不是又着了善的相、恶的相？你都还是相，你还是从这边执着转到那边执着，都是相。是啊，高度还是不够，高度不够。对，这个方法应该也没问题，但高度不够，是高度不够。对，是修正完善。对。Thank you.